你原来是一个外人尔，我公司要搞啥，跟你有啥物关系？你哦，毋免听各种五四三啦，你顶摆你甲我唱衰笑。哎，无，迄个真丢人吧？你嘛莫假装毋知影。你有亲因已经重新接受我，阮两个人哦，即嘛是为判行中医的康庄大道来行，我哪会算是外人？所以咧，你即嘛是咧甲我讲？我三个囡仔拢无得甲斗三工，就敢剩你同搞，我甲公司搞好去。巧，我想无比这块完美的建议啊啦。即卖你的身躯边无人会当信任，而且你进前大川啊，到全创业务拢是我咧处理的，感情上信任的人，而且就是我。而且你的公司内底有我的心血，我绝对哦比任何人搁较要紧。无可能再毁掉。你想讲，我甲友情感情了好平啊？我也想讲，我唔知你想讲在想啥。因为你在彭文学呀，啊，佮志田集团已经无亏啊，所以你才有逃不了我口啊。讲实在啦，那你的能力若无高，质量也好，你若想要甲人踮个生意场吃饼，你是稳输无赢。因为啊。你的脚几根毛，人家都看出来啊！你根本摕不着好处，所以你才想要转来找我，跟我吃穿。不过，你看我敢有想在做主管回收的，我哪有可能收一个笨手啦？圣人帮你搞计量，力气无啥大的刘大力，还佫有白卡骨咯。恁家查某囝出来，这是要创啥？要害伊白钱愈来愈重是吗？我是来看骷髅的。而且我本来就已经用得出去啊！哎呀，安尼哦，你会当通知我去接你啊？安尼嘛嘞，来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想爱上无啥欢迎你啦，而且有高强六咧家己照顾，你会当放心回去啊？其实我即嘛真欣赏你啊，你真正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你为着要替个机器人报仇，心甘情愿无惜一切代价。委屈家己做一只狗，即马总算是等到一天啊，会当翻头甲梁静喘一嘴。你即马是毋是感觉天公伯真善良、真仁慈？明明知影你有恋物癖啊，阁予你一个机会报仇。哎，你甲迄个机器人爱情哦，真正可歌可泣呢，会当拍出一部电影，一定足使人感动。你即马应该爱关心的。不是我的兴趣，是要安怎好好挽回你的家庭才对。嗯，你烦恼啊？嗯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家己看事办事，颠倒是你啊！你起码要去予人啊掠你叫人来啊，开始过迄种无名只有变坏日子。啊，不过我看你的心机啊，袂活动啦，家家就是出来的时阵哦。加一条真苦尔，啊！你的亲生妈妈、甲亲生爸爸替你家你未来无，拢铺好，你免烦恼。就算讲你迄个变老爸张家良歪认你，这阁有一位啊，圣人帮帮主郭继良，伊这么欣赏你啊，凊彩后替你伫织田集团内底哦安排一个位置，你又枵袂死啊！啊，真正足好个。靠爸靠妈，上舒适，拢唔免家己拍拼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安尼伤害苦了，是会乎你加一块肉是无？阿姐，无需要替我讲的。我即马上关心的就只有阮妈尔，任何人有啥物意见，对我来讲一点仔拢无差。我嘛是无啥要紧啊，我只是唔甘我的查某囝。替伊表哥动一枪，这么冤枉。不过今晚这个结果，我是满意。毕竟啊，你这个有黑道背景的兄弟人，根本配不起我的糟践。你真正是惊着恁老爸了。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明仔见啊，拢是有前科的社会败类。这两件事，有时我真正不知啊，你到底。有个爱情，当作是家己查某囝看待无？
爱将面对这残忍的事实，伊心内已经真痛苦啊！伊真无简单，克服悲伤，勇敢面对苦乐。你唔若无鼓励伊，颠倒，一定甲伊哭死。你敢有考虑爱将感受？你是安怎做阮爸爸的？对啦，你高志良上高啊，上强啦，替你拍婆啊！二十几年前，你有柯淑君，害你做恶姑啦。连生出来的囡仔，拢是张家人的种。 我看你即马是惊家己哦，会变作孤单老人，所以一直咧白给阮查某囝。安怎？嗯，望你老的时阵，伊替你杀轮义行，卖孝想啦。有钱哦，家己请外劳；无钱哦，家己孤单甲死啦。无你是好阿妹啊，我怎么唔知影你伫遮乱啥呢？啊，不过我就尊敬志龙爸爸的。假使你若是要继续伫遮讲遮有话无话，你就卖怪我徛伫咧妈迄边。 厝内底，到时阵就无你的位。爱情，你妈即马头壳无清楚，你嘛做伙咧乱。即马是你伫遮乱，可是你头壳若是有够清楚，你特别伫遮讲遮有话无话啊？这敢是甲爸爸讲话太多啊？哼，讲未完咯，都家己爸爸的身份都讲出来威胁查某囝啊，真正是了咧。什么时阵轮到你这细汉的讲话啊？这件事。 人咧做天咧看，伊对尤其爱情无啊惊，我做偌侪生意，爱情伊拢真清楚。阮大家嘛看在眼内，而且我听讲是迄老讲的啦，伊讲最近哦，你甲牛总行啊真歪，我是毋知你暗算啥，啊，我讲歹听话讲在心啊，爱情是我客查某囝，我袂了机会伤害伊的。高志良，我警告你哦。 卖一直使人，我甲爱情甲尤其的感情。我是咪使人，你心内有数。这货还是要互你的。我知影，你进前偷偷啊，甲迄个用歹的货还捡起来用，唔免遮尔俭。即届我要足济，互你用个打工拢退换。啊，搁有哦，我会常常去看你，洗刷检查哦，你有乖乖啊拢清着无？安尼你开的箱唔才会搞去好起来。 你搁有话，开始买这是要创啥？医生唔是有讲，我只伊卡早班拢会复原。等一下，把护怀提登去摕啊，就把钱摕倒转来，知影无？郭伯，我就是爱你打工，我把护怀请掉的。钟律师，再上去看收受检查。好，钟律师，慢休。钟律师，听我的，我讲了遵守。哎呦！ 啊！你两人一句来一句去，我是要听啥的啦？无我开一个调解会，和你调解一下好不？免，我有办法回答你。你若是够反抗，我就逐工走去找议长夫人，甲伊斗，叫伊精神了后起来骂你。我相信哦，伊一定会徛伫咧我这边。哦，你真敖，竟然敢为阮妈来威胁我。当然啊。 我报仇，佮做贼，你着乖乖啊，逐工穿嘞。苦劳，高强六，袂使啊，阮妈，佮嘛，你照顾啊。去哥，你着要好好照顾你家己个。 爱情，你的工作还袂好，你变会当用走，紧停落来。爱情，你才真唔听话啦。
我无代志，小黑。退后，保持距离。是的啦，我有话要讲了，敢问你去互我三分钟，讲了我随走。阿姐，你今日要过来，小黑，其实我只是要甲你讲，你唔免烦恼，一定有理。我有闲时阵，我会去看伊，照顾伊。你伫咧内底，甲咱需要好好食，好好困，好好表现，莫甲人起冲突啦。你真正是比阮妈搁较杂念咧，你也说你哦，安尼以后会嫁袂出去。 你今仔是比阮妈搁较杂念咧，你也说你还替你办一个比武招亲的比赛啊？嫁袂出去嘛袂歹啊，那安尼我就一世人卖嫁，等你娶我。上讲要娶你一世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一个会当让你挖苦，而且搁会照顾你的红事给你。 你一定系我一世人。即卖重点唔是我要结婚无，是你敢会晓照顾你家己。这你免烦恼啦，我会想办法，让哥哥伫内底生活足平顺的，伊袂有代志。三分钟到，咱我上车。顾小姐。 安尼的距离啊！ 爱姐，你哪来啦？爸爸，我的心就疼就疼的，我又要袂喘气啊，要安怎？爱姐，爸知啊，你的心一定就疼就疼啊。 你卖相信啊，您做的真好啊，了解，你慢慢来，能够真侪时间，会当调整心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陪你身边。哎，那是，子玲哎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葛小弟哦，讲话好势。 我会赶紧入去保护凯哥，所以讲你唔要烦恼伊安怎。你敢真正入去保护凯哥？会啊，我嘛袂当目睭金金看着凯哥一个人伫遐人啊来，伊的安尼个性，若是野起来，硬长的会笑出来。所以讲上好的方式，就是我入去保护。多谢你，大力，还是你较了解凯哥。 拢兄弟兄弟遐久啊，哪有可能无了解啦？为滴咯，你着莫遮尔啊艰苦啊，凯哥那边我会处理。大力，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甲我过讲，你家己斗相共。
多谢柯社长，那天我先来安排。